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的？刚才录音说什么？我有一份快递即将被退回，所以想问是什么快递被退回？那请问一下，就是有没有跟你说退回的单号？我帮你看一下。没有，没有说。都没有说，好，那没有关系。如果您不清楚的话，要不这样，我先帮你查，好吧？好，可以。好的，那请问您叫什么名字？请问你们是哪家公司啊？我们是 FedEx 联邦快递。啊，好的。请问你有男朋友吗？我结婚了。你结婚了？哎呦。对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太可惜了。你结婚太早了，你嫁给我不就好了吗？嫁给我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吃香的喝辣的，多好呀。好了，先生，别扯了。好。